佛号声、志工祝念、送别法亲。78岁的曾田发10月2号在家意外跌倒，5号离世。雪龙慈济志工前来告别式，送上最后祝福。田发师兄，我们是慈济志工，我们带着全球慈济人的祝福，为你念佛，愿你春宴再来。1993年加入慈济的曾田发是雪龙分会早期志工之一，伴随他的白色小货车是许多志工共同的回忆。风雨不改的去载着环保站所需要的用具，他载我们到以前在沙尔浪开会去培训，去马六甲培训，然后还有他给我们一个顺风车，所以这位老菩萨是我们很多师兄师姐人生中的贵人。就是有一半的时间都支持慈济做环保啊，做慈善啊。因为我父亲每次见到面都会说慈济去了哪里啦、啊，去哪里帮助啊、协助啊、火灾啊，什么他都有去帮忙。虽然有时候他会腰痛啊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出来带，所以就是看得到他是一个很坚持跟上人蛮贴心的一个弟子啊。他能够做到的东西他都尽量去高度配合的，他真的是一位 never say no 的师兄。曾田发27年的慈济人生，在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依旧有慈济志工相伴，而他付出无所求的精神也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。麦代何永康选了而报道。